我们查考的是乌克兰认罪。我现在问你，问几下弟兄姊妹，谁按照什么来定罪，按照什么来审判？谁按照什么来定罪，按照什么标准来定罪，按照什么标准来审判？我们听完了不是白听，听完了我们要回答一下，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啊？按照谁呀？按照一个人。按照一个人是谁？亚当。按照谁来审判？按一个人。啊？按一个来审判。按一个人审判啊，对，感谢主啊，这是答对了。按照什么？按照哪个约来审判呢？旧约。按旧约来审判。那今天我们在哪个约？新约里啊，感谢主的恩典啊。那么我们昨天查到了，耶稣的宝血洗人什么？洗人的心。那肉体又过犯了，怎么办呢？是，感谢主啊！反对，对，打对，这就直接就一个字儿。耶稣宝血洗心，肉体过犯怎么办呢？死，对吧？这个罪，同死同埋葬。感谢主啊！反对也反对。这个很不，这个地方很狡，整个教会就在这个地方狡。整个的教会，全天下的教会，我为什么要告诉弟兄姊妹？你聚会的时候，你别哪都跑，有的地方根本就不讲正道，所以你跑来跑去，把我讲给你的道全都得着光了，全都得着丢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讲的和他们讲的不一样，你没听出来吗？听出来。跟他们讲绝对不一样。对呀。他们讲的叫你天天审查肉体的罪，叫你认肉体的罪。对。我今天呢，肉体的罪跟你讲到，按照圣经讲。讲肉体罪是讲死，把肉体定死，把肉体的罪一同埋葬，对不对？对。哎，我们是这么处理，而我们讲的是耶稣的血呀，是洗人的心。他们讲耶稣血是洗人这肉体，是不是正好反了？正好反了，正好这，他拿耶稣的宝血，天上尊贵的宝血洗地上的生命。好，咱们今天继续往下讲啊，咱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都把圣经打，这最关键的几个问题，弟兄姊妹能明白了，那就比什么都，一共是四个问题啊，一共是最关键是四个问题，哪四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昨天咱们讲的就是关乎认罪的认罪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神按。什么标准？这一是这个啊，神按什么标准来审判人？第二是神。按什么来称人为义？什么标准来称人为义？你把这几个四个，我这几天查考的经文，这四个你能明白就行。什么按什么标准来称人为义？第三点就是耶稣的血。耶稣的血洗什么？这是最关键的几个问题啊。第四点是肉体的过犯如何处理？肉体的过犯如何处理？全是问题啊，后面全是这四个全是问题啊，这是我们这几天讲的主题啊，这个主要的
主要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神按什么标准来审判人，第二个是神按什么标准来称人为义，第三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洗什么，第四个就是肉体的过犯如何来处理，肉体和肉体的过犯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啊，现在整个成为教会整个最大的难题呀、啊。整个教会的不在这个路线上讲，全都讲到别的地方去了，全都讲每一天这个按标准审判人，他说按照我的过犯，不信你看，按照个人的过犯来审判人，是按照个人的过犯，是按照亚当的过犯。亚当几次过犯？一次过，一个人一次过犯，按照谁的标准来称人为义呢？按耶稣，对不对？这个标准来称人为义。所以在基督耶稣里，耶稣一次一行上十字架，一次一行担当了你的罪，神就称你为义。你只要在基督里就称义，在亚当里被定罪，对不对？在亚当里死，在基督里就被称义。第三点是耶稣的血是洗净我们的心。下面那个死刑和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救人和救人的行为怎么处理呢？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来处理掉，对不对？绝非不是他们现在这么讲，那么讲就把圣经全部给扭曲了，那么讲是不对的。这是不是我这样说，就是我今天是有人说你是太独断专行了吧，是不是独断专行呢？如果我今天讲的是我自己的意思，那我的话就不真，对不对？因为我要是我自己在讲，那我的话就不真。有人说你太高傲了，就除了你自己有圣灵，别人就没有圣灵了，除了你讲真道，别人就不讲真道了吗？现在这个话呢，就是对那些反对的人，他是这么说的。当我给弟兄姊妹领到圣经里头，我们一同看圣经的时候，最后发现呢，我所讲的课题就在圣经里头，对不对？在圣经是这么写的，耶稣的宝血不是我们洗我们肉体，对不对？对不对？要洗肉体的话，那在埋葬矛不矛盾呢？矛不矛盾？是不是矛盾呢？耶稣的血不是洗我们这个大肉块儿。这个大肉块不是洗的大肉块，这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的血洗心，下面的肉体的死刑就要除去死刑，对不对？那死刑是除去，不是洗的。有多少人就误认为我今天肉体犯多少过犯？再我要问个问题，从神生的那个属灵的生命会不会犯罪呢？不会。不会犯罪，对不对？咱们今天要查这几段经文啊，先看以弗所书。先看以弗所书第十章四章里的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啊，十七节找到了，咱们一同开声朗读以弗所书。你先别记啊，先别记，你开声朗读这段经文，朗读完了之后，我们用在心里的过目一下，在心里你每个人把这段经文过目一下，就过滤一下，又在你的心里过滤，你从前是怎么领悟的呢？这救人是往下拖呀，是往下穿，往上穿。昨天我举那个例子，说救人是往下拖呀，是往上穿。拖。新人是往上穿呢，是往上拖。哎，这个你得搞清楚。这个新人说救人是拖，救人拖。新人是什么？新人是穿。你别把它搞错了，有多少人呢？他就搞错了这个地方。新人旧人不分开的说，他不知道脱哪个穿哪个，对不对？那新衣服就像新人，就像一件新衣服，他是要需要穿的。旧人他已经旧了，就要把它脱，旧人脱，新人给他穿上去。一定要看清楚这圣经是怎么写的啊！好，咱们看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这讲到行事的事情，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虚妄的心，他们行事都是虚的，对不对？他们做好事都是虚的，有虚假，里面有妄想，虚妄，这个妄是妄想的意思，对不对？他们的心力昏昧，所以里面是昏的。是昏昧，昧是愚昧无知，对不对？与神所赐的生命是什么？隔绝的，和我们今天一不一样？我们与神的生命是合一的，他们与神的生命是隔绝的。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
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下面说，你们学了基督，如果下面说学基督和他们不一样，就不一样在哪个地方？我们是要往下拖旧人，他们是要穿这个旧人，把这旧人穿的天天洗。你这个你上别的教会，不信你听讲，他是洗什么？洗旧人是洗新人。如果新人会犯罪，你就去洗；如果新人不犯罪，你就不需要洗新人。洗什么？现在拖什么？他现在总是去洗旧人，他是把旧人当新人了。他最后给下个判定什么判定？他说新人也能犯罪，对不对？这句话对错？新人也能犯罪。啊，这个新人也能犯罪，这是一个课题啊、哦，就是新人也能犯罪。你们说新人能不能犯罪？啊？新人能犯罪吗？新人从谁生的？从神生。从神生，神有没有罪？神无罪，那从神生的有没有能不能犯罪？神不犯罪，所以我们新人不能犯罪。这样呢，哪个犯罪呢？旧人犯罪。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里边就有一个新人，对不对？这新人虽然从外面看不见，只能看见一个肉体，这个旧人看不见新人。但今天主耶稣基督这个保，这个保罗呢，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说什么？我们要脱什么人？我们要穿什么人？下节课我要问了，脱什么人，穿什么人？记住啊，怎么脱，怎么穿，这个地方都是要卡死的。一点也不能忽略，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们所听见的道，如果不符合圣经，跟圣经是矛盾的，所以你们所信的都是枉然的。我在这里不是吓唬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基督提到了有许多人呢？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也就是说，上帝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他让你脱，你去穿去了；他让你穿，你去脱去了；他要拆，你去见去；他要见，你去拆去了。你这是遵循上帝的旨意吗？所以嘴里头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有一样一个有一种人能进去，什么人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什么叫天父旨意呢？就是上帝定下的事情，你不能给更改，对不对？他说脱你要穿，你说你现在是不是遵行天父旨意的？是不是？所以这里边很关键，很关键，啊，很关键。脱什么人，穿什么人？现在整个这个教会当中，他说什么？他承认是新人也能犯罪，所以他说我已经脱完了，我现在新人犯罪。你看说这话的人他糊不糊涂？说这话的糊不糊涂？啊，这明显是很糊涂的。我们注意看啊，第二十一节是最关键的。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和外邦人不一样了。学了基督，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什么人呢？好了，这旧人行为好不好？这里面提到一个行为上的旧人，他没直接说行为上，没直接说旧人，在旧人前面加个行为上的旧人。行为上的旧人表明那个旧人行为好不好？这里头讲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在圣经说他一点良善都没有，是不是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这旧人呢一点良善都没有，为什么要脱他？为什么要脱他？就是保罗现在已经重生之后了，在罗马书第七章，我翻回啊，翻回罗马书七章，这旧人要有良善还用又脱了？啊？旧人有良善还用又脱了？七章第十四节，为什么要脱旧人？下面这个旧人要脱啊，咱们通过圣经如何来处理？这是下面说脱去，第一，这是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新人先不写啊，脱去，这么写啊，脱去。你们是代表谁？啊？从前
行为上，从前这行为是从前行为上的救人，这是第一点，是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救人。那个肉体的过犯是如何来处理呢？救人和怎么处理呢？救人处理方法和新人处理的方法一不一样？那心是借着耶稣学习，对不对？那救人外面那个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救人连救人的行为，是不是啊？肉体连肉体里的邪情私欲怎么办呢？脱去，对不对？还有救人的行为也要脱去，对不对？没说洗，没说洗你就别给洗，你给洗了，你是在反对圣经，你不是在反对人。神怎么处理你就顺从神处理，这叫做顺从圣灵行事的，必收什么？永生。他让你顺从圣灵行事，圣灵怎么指示你，在圣经怎么指示你，你就怎么信。他让托救人，你告诉用耶稣学习习救人，天天为这救人认认罪，对是不对呢？那看圣经，保罗说对是不对呀？保罗说是对不对？保罗现在救人正在作恶，他有没有认认罪？给这保罗认，保罗给这个救人认认罪。那保罗今天写的书信，他如果他说给这救人认认罪，他得明显在圣经里写出来。但是你看保罗十三封书信，包括希伯来在内十四封书信，一句话也没提，一个字也没提，也没有说耶稣啊，你用你的宝血洗一洗我的救人啊，有没有？根本就没有。那没有从哪里来的呢？哪里来的？现在教会中间是不是都洗救人？宝血啊，厚厚涂这个救人。我昨天讲十字架强盗第一个看见耶稣流血的，他有没有求耶稣啊，你用你的宝血厚厚涂我？有没有？十字架强盗进没进天国？蒙恩那强盗进天国没有？怎么不吱声呢？他为什么进去的？是宝血厚厚涂进去的，还是因信进去的？你看现在人就是把那些不是圣经里的话就拿出来充当主的话，这叫遵行天父旨意的嘛。所以主说都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耶稣为什么说那时候有许多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最后神就说，主耶稣就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也不认识你，是不是？传道医病赶鬼都是恩赐，对不对？行许多异能都是恩赐，证不证明有恩赐的人他就有生命呢？证不证明？不证明啊。犹大有没有传道？耶稣十二个门徒差遣十二门徒去，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有没有犹大一个？犹大医没医病，赶没赶鬼，行没行异能，做没做主公，跟没跟从主三年？但最后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给犹大下一个评语，什么评语呢？你们中间有一个是用脚踢刺的，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因为他从起头就没有信，是不是这么评断的？这就是判语啊，主耶稣给他的判语，主耶稣给十字架强盗一个判语，什么判语呢？今日你要与我一同在哪里了？乐园。还给撒该一个判语，是不是？怎么给撒该这个判语呢？啊，因为今天救恩临到这家了，是不是？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不是判语啊？耶稣已经用他的判语来判所有人当死当活的，已经判完了。为什么有许多人也在什么传道，也在行异能？昨天晚上我看了碟，这个碟上面呢，按照摩西上亚伦户尔还有两个仆人啊，摩西亚伦户尔还有两个仆人在那干什么呢？他们照着旧约圣经来医病，他说迎合神条件的神就必给你医治，这么弄几个人在那做试验，用手一弄，那个被疫病那个人那手就开始嘚瑟了，像跳大神一样嘚，后面还有一个高一个二大神在那呛着，
如果不呛着，梆的脑袋倒地下，往后一仰倒地下就得跌死。所以他高二大神。为什么跳大神的人和今天的教会的这些内部出现这个问题呢？都一样的，他得胜那个方式跟来打来神的一模一样。那是圣经里的话吗？那是圣经里的吗？还得祷告七遍，还得跟那地方喊七遍，明显特作大错，明显特作大错。他们把圣灵的恩膏都给讲错了，他说恩膏就是圣灵的大能，给讲错了，给解错了。你想想，给解错了，把圣灵的话也给解错了，能不能这个施行救恩的时候能不能施行对呢？那话讲错了能不能对呢？就像一段经文似的，你把这段经文那个字给读错了，能不能解对呢？意思错了啊，那意思错了，你跟讲意思讲错了，你能不能解对呢？那完全不能对的。而今天教会中间，他是把上帝所启示完的话语想方设法给更改了，想方设法给更改了。他天天保血厚厚涂，涂什么？涂救人。他不承认涂救人，最后他就说什么？新人也能犯罪，涂的是新人。保血涂我们的心，洗心只有几次？一次。一次。那他们多少次呢？无数次。无数次，对不对？那对是错呢？错。已经错了。你就知道这个教会整个在道上已经完全错了，他不在道上了。你说教会能好吗？不能好，就被这些人现在整个的灵恩派、一端灵恩派和极端灵恩派整个占据了家庭的教会，在教会中间就整这些东西。那保险厚厚图都是多少年的祖宗遗传了，遗传到现在根本不是圣经的话，那祖宗遗传加在这里头。今天要把这些祖宗的遗传从教会中间清出去，你不是圣经里的话，你就不能往圣经里加。有没有那话？没有那话，你加一个，你死路一条，你想找死呢？是不是想找死啊？对呀，对呀，想找死呢。你就看那个教会那个牧师站在前面讲什么东西，他讲的不是圣经的话，他就不是出于神。出于神的耶稣明讲的，出于神的必说神的话，对不对？他不说神的话一定不是出于神。我们看一段经文啊，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一节。找到没？三十一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属乎什么？地。圣经里没有啊，那就是属乎地，对不对？神没有让他说，他说假的。这神的话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圣洁的话语，不需要人加添，人还往里加添。他所说的话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从神那里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了印，印上印了。什么样的人印印呢？就是领受圣经话语的。那宝血厚厚涂这句话是不是圣经的话呢？那地位称义的话是不是圣经的话呢？那地位成圣的话是不是圣经的话呢？我们地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神的话呢？宝血洗的是洗，天天洗救人，是不是圣经的话呢？天天给救人献赎罪祭，是不是圣经的话呢？是不是啊？不是啊，不是。那哪来的呢？洗一次洗不净，还得多次洗，涂薄了还涂不净的，厚厚涂。就原来领受前领受错误了，领受的时候听给你讲道的就那么讲的，就那么领受了。那个讲道的他讲的话你得告诉他，你把那圣经经解给我拿出来，
我得看一看。那你们听到的人为什么不问他呢？那就不懂啊，那时候。真的，现在要怎么认听懂？那时候不懂啊，那问人家。你看什么样的印的，就是那领受这见证，从天上来的见证，对不对？不是人间的见证，领受天上来的见证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这不是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这个人才是真被圣灵充满。叫你领受话就被圣灵充满，昨天晚上怎么被圣灵充满？什么？圣灵的恩高高你，圣灵的恩高高你，圣灵的恩高高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伸手，圣灵恩高高你，圣灵恩高高，什么叫圣灵恩高啊？恩高是活的，不是圣灵恩高高你。恩高是教训人的，在约翰一书这里面第三章、第二章里面已经提到恩高是谁？约翰一书我们看一下来。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26节，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是指那些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是对那些引诱你们的人说的。这些人是引诱人的，把你引诱到错谬的中间，把你拉到从圣经里离开圣经。下面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是恩膏已经在我们身上了，所受的恩膏，从主所受的恩膏存在你们心里，就是圣灵住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他全拿的旧约那种形式，恩膏是啥他都不知道，恩膏是啥他都不知道。圣灵这个圣经里头，你看新约圣经就提到这一处经文，提到恩膏的事情。提到恩膏教训我们，这一处经文提到恩膏教训我们。这里面提到教训我们，是不是说我们今天这个恩膏是死的，住在我们心里听我们的？要凉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是恩膏教训人，而现在都是人在那整一种形式，叫恩膏来做，给下个圈套，叫主耶稣往里钻，往里钻这个圈套，都是现在都是这样的。好，咱们再回头看。看罗马书，脱旧人啊，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怎么处理呢？这旧人怎么处理？是洗一洗呀，是脱？那现在教会是洗一洗呀，是脱？整个不是教会是洗呀，是脱？啊，不是教会是脱吗？教会是洗。啊？不信你看啊。你看他们是喜是图，14节，我们原小的罗马书第7章14节啊，看清楚了，罗马书7章14节，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但我们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这旧人卖给罪了，应当脱是应当怎么样啊？应当死啊，已经卖给罪了，能不能行善呢？他不会行善的，因为我所做的，这个我所做就是旧人所做的，是心我所不明白的，对不对？是心里头那个重生的我所不明白的，有一个重生的我，还有个外面肉体的我，这肉体的我和重生的我一不一样吗？往前看啊，这是重生的我，这生命是重生的我，我外面还有个肉体的我，他俩做事一不一样？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外面肉体喜欢作恶，里面心灵从神生的喜欢行善。外面肉体从土来的，里面的心灵这个从神生的从谁来的？从神生的。所以从神生的就说神的话，从人生的从人来的就说人的话，对不对？对不对呀？
你看着啊，咱们今天咱们就在这里头把这个圣经呢原本这个字拿出来，咱们跟弟兄姊妹宣读一下，是不是这么说的？如果这么说你不去信主啊，你信别人的话，你说你最后你主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这么说？在罗马书的在那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是不是啊？第十五章第八节说到，这百姓用嘴唇敬畏我，心却怎么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训人，是不是啊？他们说那些话根本没有圣经，而教训别人，拿这个话来教训别人。所以下面说拜我也是什么枉然，是不是这么说的？他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训人，所以拜主，主说也是枉然。所以有一天你到主面前，主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说你下不下死的。耶稣来说没有你，你光预备了灯，里面没有油，你没有道。因为什么？因为你里面装的是人的道，人的话，对不对？你没有装圣经的话，所以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这人就能进去天国。遵循天父旨意，天父旨意在哪呢？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的。那他的话语加上的话语根本不是圣经话，你为什么去信呢？你想想这是何等大的危险，整个这个教会何等大的危险。你讲圣经的话，他说你是异端，他说你错了。你不讲圣经的话，谁不讲圣经的话，谁被高举起来。这正是耶稣说黑暗掌权了，现在已经是黑暗掌权了。你看没有，整个教会中间错谬在教会中间纵横了，整个教会中间是宣讲的是错谬的道理，什么神学架构啊，什么神学教义啊，什么这些东西全在教会中间不让我说。我一说有的人说你太高傲了，就你讲的对，别人讲的都不对，我讲圣经，主的灵在引导我怎么讲我就怎么讲，我要讲我自己的话，我的话就不真。那不是不是谁说，不是我自己说，我讲的对就是讲的对的。你讲的是什么？你用圣经的话来核对一下，你讲的是圣经话吗？你有圣灵的同在吗？有人说就你有圣灵啊，有没有圣灵可以来试验一把，好不好？谁有圣灵，谁是神所使用的，可以来试验一把。圣灵不会说谎话的，圣灵不会说圣经以外的话，圣灵做见证不会做圣经以外的见证的。如果你偏离圣经，你死路一条。因为启示录明说的，这预言上谁要加添什么，上去就将写在书上灾祸加添到那身上。只要删去什么，神必在圣城里删去那人的份，是不是啊？是。你加点神的话语，你说你神告诉不让加，你去加，你说你属于撒旦，是属于神，随着自己的情欲，怎么想讲就怎么讲，把那圣经编的花花。那圣经的话已经确定了，他解的时候马上就不一样了，就给他弄花了。神说的救人要脱去，救人里没有良善，救人是必死的，救人是必拆的，罪身是灭绝的。他拿宝血用耶稣洗心，洗人良心，洗人灵那个心，去洗肉体去了。你们说是对是错呀？啊，对错？错了，完全是错的。完全根本就偏离圣经，根本不在圣经。什么旧人没死透啊？现在都没死透呢，半死半活的。你给我找圣经，给我找半死半活。圣经说你们已经什么死了？你们已经死了。他说旧人已经死了，那你今天信怎么信？你信怎么信？你信半死半活的？你信谁的话？不信大师吧？不信。他要救人要定十字架，罪身要灭绝，你怎么信？你怎么信呢？拿宝血洗一洗救人？不行。啊？
今天有罪，耶稣宝血永远有功效。这句话是圣经里的吗？是错啊。他意思就是，你看我啥时候犯罪，罚死啥时候用耶稣宝血洗呀、啊？他引用哪一段经文呢？启示录里第十二章的里头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着口自己口中所见证的道和耶稣血和自己口中见证的道。他就拿那段经文，啥时候有罪了，啥时候洗一洗；啥时候有罪，啥洗洗什么？他洗什么呢？洗的救人，洗的肉人，对不对？他把这段经文拿过来，他不知道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和他们口中所见证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的血跟我们立没立约呀、啊？立下永约了，对不对？永不定罪了，对不对？这是我们今天拿耶稣的血的凭据。撒旦，你退我后门吧，不要再控告我了。因为耶稣的血已经跟我立下永约了，我现在在基督耶稣里就永不被定罪了，是这么用耶稣的血，而不是说什么天天用耶稣血洗的救人。他误解了那段圣经吗？哪个地方告诉他耶稣宝血永远有功效？这是哪个地方说过？几十万堆洗是洗，明天犯罪明天洗，后天犯罪后天洗，什么时候犯罪什么时候就把耶稣血拿过来洗一洗。这都谁教的呢？这个世代，这简直，这个教会中间简直，这个人简直都坏透顶了，都要坏到极处了，都没有办法再坏了。您怎么那么讲？你都坏透顶了都。哎呀，上帝啊，这一定是出于撒旦的，根本不是出于神的，这坏透顶了。他正要混乱主的道，要到几时？就为利混乱主的道，就跟在那个地方就讲一些似人又非的道理，圣经没有的，还不承认，严厉了还不行，还叫温柔，就这等人还给他温柔。加添神话语的人没有温柔，删减神话语的人没有温柔，对仇敌没有温柔，哪来温柔？对神的儿女又温柔，对神的仇敌没有温柔。神所恨恶的我也恨恶，神所弃绝的我也弃绝，什么温柔啊？对这等人他谈什么温柔啊？把上帝的道给混乱的，给改的乱七八糟的，现在在教会中间把教会整的分门结党的，到处各地山头，整个的神学架构把这个整个教会混乱的不得了，哪个地方那么说的？全把自己的意思稍微在里边用理性更改一下，马上加在圣经里头，就把那段经文就给错解了。圣经整个的圣经没有提到理性的问题，哪有理性？没有，连一个字都不提。如果要提理性的问题，他得在圣经的记载，这么重要的问题，理性很重要的，必须在圣经的记载。圣经说你圣经里提到悟性，悟性是神赐给的，理性是人自己里边的，对不对？完全错解圣经了。那么重要的问题四福音一次没提过，理性既然那么重要一次没提过，耶稣宝血厚厚涂那么重要，圣经的必须肯定得提，四福音人没提，保罗所写十三封书信包括希伯来书信的一次都不提，这是为什么？不提的有人竟然把它说出来，而圣经提的问题被人忽略了。圣经提的重要的问题，这救人死新人活，这重不重要啊？重要啊，但是都被忽略了。他就一个人活出两种性情，把这一个人加工好了，就成为新人，下回再被犯罪了又成为救人，救人洗完了又成为新人，新人再犯罪又成为旧人，旧人再洗净又成为新人，就来回反复这么一个人。你说这糊涂不糊涂啊？耶稣说那是两个生啊，从地生的，从肉身生的和从灵生的，这是两个生啊，是不是？那从肉身生的生命就没有良善，这个生命就得脱掉，从神生的生命它就是有良善的，这个生命就要被建立起来的，是两个人呢，两个人活出两种性情，从天上来从地上来，这两个人呐，怎么都给解释一个人活出两种性情，
顺服神好了呢，就活出好的性情；不顺服神呢，不好了呢，就活出坏的性情。这谁讲的？这谁讲的呢？拿一个人活两种性情。拿毛驴子硬活出牛的样子。这本身是错误的，那根如何？那上面就是如何？你一个人怎么能活出两种性情？所以这里边有一个被脱掉的，那旧人是要脱掉的，因为心灵里边从神生的心灵，他想行善，对不对？但是肉体行不出来，这个肉体，所以上帝叫你允许可人，允许叫你肉与灵进行交战，允许肉与灵进行交战。交战证明你已经重生了，但交战不是要保护这个旧人，不是要爱惜这个旧人。如果爱惜这个肉体的生命，就会丧掉生命；如果恨恶自己的生命，就必要得着生命。耶稣的话一句都不能背掉，都成就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旧人他就是不好的，你怎么给他修理他也是不好的，你怎么加工它也是不好的，你总想拿不好的当好的用，拿狗当羊用，可以不可以呢？你看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的每一句话，我就纳闷这些人为什么把这些经文全都忽略了，全都给弄没了，这些经文全都弄没了，昨天整那个东西全部是圣经里的话，哪去了呢？这偏离圣经偏离这么远，圣经的却别放弃了，而不是圣经的话却被人注重起来。谁要不用宝血厚厚涂，那谁就是异端。现在这个人，他说完这句话，他把它当绝对真理了。谁要不用宝血厚涂，谁就是异端。谁要天天不给旧人献祭献赎罪祭，谁就是异端。我看说这话的人就是异端。对，哪有宝血厚厚涂那旧人呢？那旧人有罪的，新人不会犯罪，从神生的不会犯罪。新人有这个旧人有罪的，旧人是往下拖的，旧人是罪是灭绝的，旧人是致死的，旧人是被拆的，新人是被建的，旧人是被致死的，新人从死里复活的。旧人被埋葬的，新人升到高天上去，这两个人你非得把他混到一起想。凡讲这道的人，我就怀疑他有没有两个人，我怀疑他从没重生，他讲到这讲这个人，全一个人大肉体在那讲。这么重要的经文，他们却把它忽略了，啊，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先把旧人脱去，那行为就都掉下去了。旧人没脱，那行为还在，对不对？现在圣经要脱掉，保罗讲了罗马书第七章，讲到这么多，他说我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的，对不对？对。我里面的意思（括弧里面）里面是什么？里面是什么？里面是个人，按照我里面的人，我从神生的，所以我喜欢神的律。当我肢体中另一个律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进行交战，这是讲两个人进行交战，对不对？我心里这个人和外面这个人进行交战，我心里这个人从谁生的？我外面这个人从谁生的？从人生的，从人生的生命永远不能承受神的国，唯独从神生的生命才可以承受神的国。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唯独从神生的身体才可以承受神的国，对不对？对，对不对呀？嗯。现在一个人活出两种心情，就这个大肉体也是神的殿，也是帐篷，也是被建的，也是被拆的，也是被长的，也是衰微的。你看他怎么讲，所以葫芦搅茄子搅在一起去了。你没办法，葫芦搅茄子，全给他搅在一起了。空虚混沌冤孽的呀，他心里是空虚混沌的。什么时候有了光，这光就是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这个道进到你心里，唰这就亮了，把整个心灵全部照亮，所以这时候他就能分开了。
把光暗给分开，把上品和下品给分开，把旧约和新约分开，把狼和羊分开，各从其类就全都分开了，对不对？新酒旧皮带分开，新布和旧衣服分开，是不是？人的意和神的意分开，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分开，属土的和属灵的分开，必死的和不死的分开，肉与灵进行分开，一下刷就分开了。但现在讲这道的时候，人被人定为异端。哎呀，我们就照着别人定异端这个道理往下传，直到我见主那一天，一直传这道，因为这道是圣经启示的道。圣经的启示不是我编的，就这么说的，耶稣明明说的，新酒和旧皮带不能放在一起的。旧皮带指肉体，新酒指圣灵，圣灵不是住在肉体里头，圣灵住在我心里头，是不是？圣灵不是住在旧人里头，旧人是要往下拖的。这属肉体的生命呢，借着受洗归入基督死，你看他是死的，不是叫你看他是活的，对不对？你把这个肉体虽然它存在，看成不存在，这就叫信心。信心是看见的，如同看见的看不见的主，看不见的我用信心才看。耶稣说：“你们的眼睛若瞎了，就没有罪了，是不是？”耶稣就这么说：“你们的眼睛瞎了，就没有罪了。你如今你说你的眼睛还能看见，因此你的罪还在。”你的罪怎么在呢？肉眼开了，所以你的罪还在。肉眼开了你，所以你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罪。亚当是肉眼开了，马上明亮了，就看见有罪了，自己有罪，有过犯了，赤身肉体的，看见自己的羞辱，看见自己的羞耻。从前也赤身肉体，赤身肉体和赤身肉体不一样，主要眼睛开了和不开。原来亚当的心眼是开的，和神是联合在一起的，对不对？和神是最有密切的关系的，代表上帝在地上活。但亚当吃了分别三个树果，什么开了？肉眼开了，灵什么关了？灵眼关了，所以他永远和上帝是隔绝的。今天有多少人，他现在就摆弄这个肉体，把这个肉体怎么摆弄，怎么加工啊，怎么摆弄，叫他成好样，在地上修那些信佛教的、信道的苦待己身修炼，怎么把这个肉体修炼得好，达到上帝的标准？上帝今天要的不是你这肉体修炼到什么程度，修炼达到什么好一种什么标准来讨上帝喜欢。上帝最高的标准是谁？耶稣基督，对不对？神把耶稣基督抬到人间，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子，就成为人今天成为人的一个标准。谁能达到人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人子的标准，那谁就能进天国。谁达不到这个人子的标准，就进不去。耶稣基督是神人两性的，既是人子又是神子。我们今天也必须具备既是神子又是人子。我的达到耶稣的标准就可以进天国，达不到就进不去。那如何能达到呢？我必须不是靠着这个属肉体的生命来成全，不是靠着肉体的膀臂来成全，必须把那一位能达到父神标准的耶稣基督接到我生命中间来，叫他做我生命的主，叫他在我里面长大成人，替我活着。不但他替我死，而且他长大成人替我活着，才能活出神的形象的样式。因为他能将生命之道在我生命中间表明出来，因为他能把父神的形象和样式在我生命中间活出来，不但要替我死了，而且住在我生命中间替我活着。我怎么办呢？刚才王子们说那话对，我怎么办？死，对不对？保罗说我已经死了，活着不再是我，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是罪神现在已经灭绝，活着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么活才能活得像神，你活的全是你自己在那活，你永远活得不像神，活得不像神，天天就自己在那个大肉体在那活着，天天靠肉体活，活好了就自夸，活不好呢就灰心，活不好活出罪了，对不对？活出罪了就开始洗罪，就开始埋怨了，埋怨神了。那活那工具都不对，上帝要你用天上的工具活出天上的样子，天上生命活出天上的样子，他拿地上生命想活天上的样子。
你说糊涂不糊涂啊？这明显是糊涂。那圣经写的那么清楚的话，就在那摆着，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因为旧人呐有私欲，对不对？旧人里头有私欲，对不对？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什么样的渐渐变坏？那肉体是不是渐渐变坏了？肉体连肉体先成，因肉体里有先成私欲，所以旧人因私欲迷惑，渐渐变坏了。又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是渐渐更新的，一个是渐渐变坏，一个渐渐更新的。叫你穿新人，叫你脱旧人，不是叫你洗旧人。你把那洗旧人那个地方那个过程要把它拿掉，那人家的没叫你洗旧人，好不好？那人家的为什么要洗呢？洗着干什么呢？把你旧人洗净干什么？留着犯罪。然后再犯罪的再洗一遍还留着干什么？他现在就是叫旧人在地上继续活着和犯罪，犯完罪了他洗罪，他还理直气壮，你不犯罪呀？你看这个人是属肉体的是属灵的，他理直气壮不用歪歪的，你不犯罪呀？这旧约里头上帝旧约把那降鱼那个脖子一下就给他打断了，他一脑袋脖子后脖子一样打断，他脑袋就低下来，就谦卑下来。你不犯罪呀？谁不犯罪？你说？就觉得犯罪那意思。这个旧人犯罪，上帝叫他死，叫他结束这个犯罪，对不对？把这个犯罪从此以后结束了。他脖子痒痒，你不犯罪呀？明显是属肉体的，对不对？很明显，一说这话就明显是属肉体的。他没明白主的话语是什么。旧人死，新人活；肉体死，灵活；我死，基督活，对不对？这是圣经的，给我们指示一条最正确的路。神用这种方式，用旧的死，新的活这种方式来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神用这种途径来叫我们把旧人归入基督的死，新人归入基督的复活，与主联合。这么连，肉体归入基督的死，心灵与基督的复活联合，这么联合的。保罗也是这么联合的。那保罗这么联合，为什么有的人呢他就把保罗的意思都给改了呢？啊，保罗本身在这里头就说，我的肉体就是我里面，在我的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哪一个立志？里面那个人立志，对不对？因为他是从神生，我们凡是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里面的心灵想立志行善，但肉体行不出来，是不是？上帝今天在你里面立志行善，是要叫你在大肉体行出善事的。他叫你征战，心里想行善，外面肉体行不出来，叫你看见你的肉体没有良善，好叫你产生对自己产生恨恶的心，是不是？这里边是脱去旧人，在未脱以前必须，下面是恨恶，自己生命。为什么叫你恨恶呢？你要不恨恶一脱，你就不干了。你要恨恶这生命呢，你就会愿意脱，对不对？恨恶自己生命的，哪个生命？恨恶哪个？恨恶这个属肉体生命。为什么恨恶他？因为他没有良善。为什么他没有良善？因为他是由人生的，由亚当的后代留下的后代，是不是？他是由人生的。他里边没有良善，你想叫他行善，你死劲加工他，他也没有良善。这是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有多少人把这个当成什么？14节到25节当成是保罗未重生的经历，那纯扯，未重生哪来两个人呢？那你说两个人哪来两个人呢？这里边这，当我里面已经有了成熟生命的时候，我就喜欢良善。我喜欢良善，靠肉体又行不出来。上帝绝对不是叫你靠肉体行善。上帝今天重生完的人，不是叫你马上就行善，他叫你干什么呢？
圣灵要在你里面产生一种更新的工作。第二步是更新。啊，重生完的人已经有属天的生命，下面不是行善，不是积德，而下面接受上帝的更新。他为什么要接受更新呢？因为他救人，他是不喜欢良善，但你重生的生命在里边，他是喜欢良善。重生这个生命是从神生的，神是良善，从神生的也都是良善。里面的生命喜欢行善、行义的生命，外面这个属作恶的生命，对不对？所以上帝在这个允许一件事情，就允许肉与灵进行什么交战。你看没看出来这个过程？这一个过程一个过程的，肉与灵进行交战。交战的目的叫你产生什么？恨恶自己的心，对不对？当你产生恨恶自己的心的时候，圣灵就在你里边进行什么更新？怎么更的？脱旧的穿新的，脱旧的穿新的，对不对？脱我的穿主的，我死了基督活，把我的钉子埋葬，把基督的在我里边。所以在十字架上面，上面就有预表，就有代表。十字架强盗，他的血，他信耶稣了，他的血也要流出去，他的身体也要被钉死，表明我们这个身体要被钉死，我们这个有罪的生命要流出去，靠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办法活出主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必须与主在十字架上的死联合，把我的生命通过十字架，把我的血给它倾倒出去，把我的身体给它钉死，身体和生命都不留着，凡是我的一样不留着。听懂了吗？下面才递给你一个饼，递给你一个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吃圣餐第一根饼啥意思？纪念。就光纪念呐。就单单纪念嘛。就单单纪念主的死嘛。主的死，主的身体也为你脱了，给你预备了个身体呀、啊。预备了什么身体呢？复活的身体。这身体是无罪的身体，我原来有罪的身体定死，这就保罗说活着不再是我了。我原来有罪的身体定死，我原来的生命呢，不能活出主的无罪的样子，所以倾倒出去，把我的生命从十字架上流淌出去，接受耶稣基督流淌那个血。耶稣的血是无罪的、无瑕疵、羔羊之血。耶稣的身体是一根骨头也不折断，是一个无残疾的身体。所以我的身体有罪定死，我的血有罪把它倾倒出去，接受谁的身体谁的血呢？耶稣的身体和耶稣血，这是凭信心来接受，对不对？凭信心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神为什么叫你征战？神为什么许可人征战交战，肉与灵进行交战？交战是叫你证明一下你里面已经有了一个从神生的生命了，对不对呀？从神生的生命想行善呢，不从神生的生命，从人生的生命想作恶，对不对？他俩就进行交战。从天生从神生的生命呢，不喜欢行作恶；从地生从亚当生的生命喜欢作恶。他俩一个善一个恶在一起，必须把善恶给他分开。旧约都有这个预表，雅各和以扫分开，代表新旧两个人分开。扫罗王。王被废掉了，扫罗王逼迫大卫，表明肉体的王逼迫那属灵的王，你里面的重生生命，属肉体的逼迫那属灵的生命，对不对？扫罗王这个王位被拿下了，立大卫表明我们属肉体的王将被拿下，立谁这个生命呢？基督那个重生的生命在你里面的生命做王，对不对呀？肉与灵交战，表明扫罗王与大卫家交战了许久啊。大卫家渐渐兴盛，扫罗王家渐渐衰微，表明这个属肉体的家都要衰微，外面这个属肉体将要衰微，里面将要兴旺，里面的重生生命将要兴旺。能听懂不能听懂？这个很麻烦的、啊。这你里面问圣灵，我跟你讲，你是一片糊涂啊，你是一片糊涂，你根本就听不懂的。如
如果你真有圣灵，我这么一点你马上就明白。啊？你有几个生命？两个生命，一个是将被钉死的生命，一个将和基督同死联合，用信心联合。其实你已经跟基督同死，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但是你没有这样信心，就借着受洗来进行与主的死进行联合，把那肉体不是把它洗一洗，把它用水给它什么埋葬起来，就是进水里头，就是表明把它埋葬起来。为什么要埋葬它呢？因为不埋葬它不行啊，它不能行善，反而呢，它天天作恶。你就是如同把那旧人倒在臼中，把它倒烂了，那欲望还是不离开它，对不对？这旧人就是这样，做事做了又做，行了又行，对不对？他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人的肉身没有办法凭自己来改变这肉身。你要能改变，耶稣就不用来了，给你设立这么样的旧法。这个旧法好不好啊？什么旧法呢？旧人死，新人活就旧法。啊，旧人死，新人活就旧法好不好？比我们苦待己身修炼好不好？现在你要苦待己身修炼，你就跟学佛一样，你就去不如学佛了。对不对？对，人多少人呢？现在都跟修佛一样，都修炼呢，都在肉体里修炼呢。一个人的修炼，一个人的在那加工，就加工这个旧人，想把这旧人行为加好、加工好。我有罪的回家改一改，明天再来到主面前。因为拿哪句话呢？人非圣洁就没有人见神，就拿这句话。人非圣洁怎么圣洁的？那不说一说，回去了是守圣洁，把圣洁把肉体摆好了，这一个人修理好了，回来再说，你看我圣洁了，你是圣洁的吗？你圣洁，下回怎么还会犯罪？证明他不圣洁的人才会犯罪，有罪的人才能犯罪呢，没有罪的人怎么能犯罪呢？你是真圣洁是假圣洁的？你那装圣洁的，你那憋圣洁的，你那摆圣洁的。你那手圣洁的，那是圣洁吗？在人前假装不干坏事的，那天那妻子们就这么说，那天晚上就到这这么说的。问一句话，问句话，我问他什么是悔改？悔改了从前做坏事，现在不做了呗。那眼睛卡不卡不的，我的妈！我说你们知道都就这么，这就叫悔改。悔改，什么叫悔改？你感觉脸还挺绷绷的，一撞。发错。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从前做坏事，现在不做了呗。现在这样的悔改有的是啊。对。不信你上教会，从前做坏事的，今天悔改改好，不做坏事。啊？能改吗？人的肉体能改好不做坏事吗？我说你也没改呀，你回去你下回还做呀。你那叫改吗？我当时我就这么说的，对不对？我说你那是改了吗？你把这悔改看得太轻巧了，自己就能改，回家改好到主面前，那耶稣还来干什么呢？你能改好，耶稣还来干什么呢？耶稣来不就是多此一举了吗？这一立地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不就是突然死了吗？这个义若是借着我们是肉体手出来板出来憋出来的，那基督不就白死了吗？是因为你没有办法靠肉体达到上帝的标准，耶稣才来替你死的，对不对？他替你死是因为你做不到的，他才替你死的。你做不到，你被判处死刑了，没有办法行善了。所以保罗说坏到极处了，没有办法行善了。这肉体坏到极处，旧约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了，没法救，没法救，对，坏到比那烂桃啊，烂桃淌汽水了，那烂桃不信你摸一下，那烂桃烂到一个头的，一抓起来那没办法拿不成个的，人都烂到那个比烂桃还烂，还要做好事，那能做好事？上帝给一个方法，说把那个烂桃给它埋起来。挖坑给他埋去，别就叫那烂桃再烂了。你看现在都不舍得埋，不舍得与主联合去死，而去拿宝血去厚厚涂那个烂桃去了。你说这还能好不能好？这个教会组织的把那道德就混乱到这个程度了。我就经常讲，你说这个道教会的道要不混乱，我还用这么加嗓子吗？
还有这么费劲吗？现在给更道多难呐，还赶不上给那新人传几个人过来，你来听我讲道了。给那新人传都比这都容易，他先入为主的东西，一会儿一转，一会儿一转，一转到肉体不可理的，来回就转。以色列为什么要倒闭在旷野？就他把先入为主那些东西带到旷野中间，一直在那个肉体里活着，最后就迷路了，在那地一个地转，在哪个地方？加底斯那个地方转。一直到转，马上就一步之遥就迈进了迦南地，迦南代表应许之地，上顶许多应许之地，他就不迈进去，他就不抓，一个也没抓住。你这个糊涂人，简直糊涂透顶了。那么多的东西，圣经说这百姓心里迷糊，进步晓得我的作为，是不是这么说的？糊不糊涂啊？这糊涂不是一般的糊涂呢。你说这些教会都在这里头活着，你说是完了吗？要是一个两个的还好摆正，你说这个整个普天下教会，我一说普天下教会，有些人你太高傲了。我也是这么想。什么叫高傲？刚才他这么说，我就这么想的。如果家里头那么多人怎么办呢？那我家里那些教会啊，怎么办呢？那么多人呐，都在那里头活着，不信你就看。那咋整的？你那看，这个归正他不好归的，他回归圣经他不好归的。你明明你把这圣经话都拿给他，他那里边就没有主的灵，你怎么给他讲他呀？我回去就给他讲，他总改不过来了，一半儿就改不过来。感觉不是，一听您弟兄就着急啊，为这个道就着急。好，咱们看一段经文啊，看一段经文。哥林多的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林前书。36节，十五章36节，神许可人肉与灵交战的目的，就是要叫人看见一件事，就是肉体里没有良善，好叫我们，好叫神要叫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无知的人，你所种的必须得死，你所种的必须得死，对不对呀？就是叫我们种的必须死，死了才能活，对不对？你看这里边说，无知的人36节找到吗？林前十五章36节，一二，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怎能生呢？那叫你交战的目的，叫你看见肉体没有良善的目的，是要叫你种的死必须死，对不对？叫你产生恨恶自己的心。耶稣讲到说，凡恨恶自己生命，就要得着生命。凡爱惜自己生命，必要丧掉生命，是不是这么说的？而现在人宁可不听耶稣话，我宁可丧掉生命，我也不得生命。我得生命干什么？得生命我不就得不着生活了吗？所以他想方设法的拿一句话，我要什么？得胜生活，过得胜生活。你不信？你看，就这话，你给我找圣经有没有得胜生活这句话？你要能找到，我现在我就把脑袋用脑袋走到，我就走到外面去，我从这个地方一直走到吉林，靠脑袋顶走，行不行？你给我找得胜生活这句话呀！普天下教会都在讲得胜生活，不信你看，都讲得胜生活。生命吞灭死亡这件事是用生命吞灭的，不是用生活吞灭的。他就在窝里活，他就得靠生活来得胜。过得胜生活，哪个地方叫你过得胜生活了？这得胜是胜信心得胜的，对不对？这哪是过得胜生活呢？这人没死就靠生活得胜，这人要死了就不是靠生活，是靠生命得胜。生命把死亡吞灭了，这件那哪是生活得胜啊？怎么靠生活就得胜呢？不靠主的大能去得胜，靠过得胜生活。说的还挺伶俐的，你看他嘴说的还挺伶俐的。说完这句话，他都不知道那句话在哪了。你肯定在圣经里找不着，这句话不是在圣经里头的，肯定是不是圣经的话。那谁的话呢？那不是人的话，就是鬼的话。我就找这得胜生活，看有没有。我找这得胜生活，我找了半年，我也没找着这个得胜生活在哪。他根本就没有，我累死我也找不着啊！他根本就没有啊！
你上那网上搜一下得胜生活，你看能不能有，有没有这个得胜圣经里有没有得胜生活，他根本就找不着啊。所以累死你也找不着，你去遵守了，你就等死路一条，因为你找不着，搁圣经里找不着，你遵守的不是圣经的话，所以你死定了，你死定了。圣经告诉我，那约翰一书明告诉我，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是谁呢？不是信神儿子，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使我们胜过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对，对不对？那怎么整出得胜生活了呢？你说重在装不死，这是叫你死，不是叫你活呀？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他叫你种的东西从亚当遗留来，从你妈妈爸爸流血气生的生命必须得死才能生属灵的生命，这属灵生命才能长大。你种的不死去往那去过得胜生活去，全在生活里活着，没在生命中间。你要做过得胜生活坏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整个的披着绵羊山羊皮山岭洞穴本身不配有的人，他们的生活都不好，环境不好，对不对？没有住处，没有衣服穿，没有吃的，被锯锯死的，被刀刀杀死的，被火烧死，这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他们不爱惜爱惜自己的生命了。他在生活上根本就没有，那过什么得胜生活呢？那能过上得胜生活吗？生活怎么得胜活？就纳闷儿，这谁编的呢？这编的人够坏的。他坏透腔了，简直坏透顶了，这个人。你说这么混乱顶的道还能好吗？这边前面往撒，后边就有人就在那混乱。我们这群听到的人，你要吃手，首先你在你里边吃，不听不要听人的。你的耳朵要，你的耳梢都不能软，你得回归圣经，看这个话在不在圣经里头。你最好的办法，你就是查考一下圣经有没有这句话，效法皮利亚教会查一下圣经。无论是王一浩讲道，无论是哪一个牧师、哪一个长老讲道、哪一个执事讲道，你都要坐在那地方详细的听一听，他讲的是圣经不是圣经，不是圣经，他是你爷爷，是你祖太爷爷。不能听了。他和你祖太爷和你爷爷没有关系，这个道是天上来的。你爷爷你祖太爷没被圣灵充满，没被上帝所启示，他也讲出来道，对不对？你别看看着我姐姐，看着我爷爷，看着我祖太爷，所以他讲道就没有错，不一定。你怎么知道你的亲戚讲道就都一样的？你的亲戚都是圣灵来的呢？如果你的亲戚讲道是圣灵来，耶稣还用告诉我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耶稣还用这么说吗？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说，你的仇敌就是你家里的人。你不要把你家里的都当作是信耶稣的，你也不要把你家里的都当作是属神。属不属神不在乎你家里有你家里这些弟兄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亲戚就属灵，因为你属灵所以他就属灵了。他讲的不一定就是好的，也就是说不要按照亲情来断定一个人讲道是否是对不错，好不好？不要按照他的职分他的位分有多高来断定他讲道是否是出于神，好不好？不要按照他有多少年的文化来断定他讲道是不是出于神。有文化的人不一定讲道是出于神，没有文化的耶稣基督，犹太人证明他没有文化，没念过书，他都没学过，他却明白书呢，他讲出的话全是上帝的话。最关键他从哪来的，耶稣说你这个人从哪来的。刚才咱查约翰福音三章，是不是这么说的？从天上来是在万有之上的，从地上来是属不地的，所以他讲的话也是属地的。从哪来的？他不说你我今天的属灵的生命从哪来的呢？从哪来的？从天上来的。那说谁的话呢？神的话。
说神的话。你不是用属灵的生命，你就说不了神的话，你信不信？信。你就用凭外面的大肉体，你使劲说，你怎么说都说地上话，所以就过得胜神国。过得胜神国，哎，我一听这句话就头皮直炸，哪有这句话呢？简直他们加添圣经连卡巴眼都不知道卡，就直接就加进去，他也不看看上帝说将来灾祸临不临到他。他就随便往里加，你这个人简直他吃到豹子胆了，谁都敢对抗。你想想，你加添神的话，你和谁俩对抗？你和神俩对抗有你好吗？你不是找死吗？死路一条了呢。我就纳闷，有的人他胆子怎么那么大呢？那胆子真大是不是啊？他根本不顾及神将来行不行法上，就为了一点利益啊，个人那点利益，就随便加点神的话愚弄神的百姓，唬神的百姓，对不对？魔鬼今天就想方设法的来愚弄神的百姓。圣经有的，魔鬼就叫你忽略了；圣经没有的，魔鬼就叫你注重它。不信这个教会，你不信这个教会一唠就一大堆，不用满地找，你上一个地方你就打听这个教会，你进去坐你听一听，一开口就错。那神学的东西一开口就错，你那天在这呢，一开口错，从头一直错到尾，你说他怎么错的？错的嘎咕，从头一直错到尾，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耶稣基督不是基督耶稣，基督耶稣不是耶稣基督。天父不是阿爸，阿爸不是天父。爸爸不是父亲，父亲不是爹爹。儿子不是少爷，少爷不是儿子。他现在整个在教会里成为事儿了，他已经成为大事了。是事儿啊！这已经成为大事了，不信你就可以看看，咱上去教找找他，我根本不讲道，他根本不讲圣经，他找不着圣经就整那些昨天晚上我们看那些虚乎的东西，就整那些东西，唬他唬人呢，他还想弄赚钱，他怎么办？就教会里的赚钱最容易啊，弟兄姊妹有爱心啊，一看给一病医好了，马上给钱，看病，甚至拿一个盘子到处来要钱来要钱。我现在就在网上发布，现在整个的这样凡要钱的这样的教会，拿盘子到处收钱，或者是讲一天到给多少钱，这样教会都不是好教会，不是主的教会。故宫，狼不是羊。世界就搞那个灵派，他就本身他就是世界的工业公认的极端灵派，一展。什么圣灵恩高高你，圣灵恩高高你，那都是异端，根本不是圣经正路的来的，根本不是圣经的，根本圣经的没有。亚伦、户尔、摩西根本就没那么做，纯在那扯，纯在那去愚弄别、愚弄百姓、愚弄神的百姓。一挥手就倒一面，倒一面哭笑不止，大满大街跑，像疯了似的。圣灵哪会做那事呢？圣灵哪会受了恩高？受恩高就受圣灵，哪会那事儿啊？哦，你怎么知道他里边没受恩高？你说圣灵恩高高你，圣灵恩高高你，你怎么知道他没受恩高呢？对呀、啊，对呀、啊，受恩高就是重生了，你怎么知道呢？说是魔鬼的作为，说是撒旦的作为，一看就是魔鬼的作为。哎呦，我想容易。你是不是有一回说这么端的那个说什么奉献？我不管他是谁，我也不管他是谁，我现在就是面向这些人，我就敌对他们，他们讲的不是圣经话，我就要敌对他们。别说话。嗯。没难的。就是圣经搞得好，我说看不见，看不见。神今天叫你产生这个对这个旧人产生恨恶的心，好叫你如何来？正确的对待肉体是怎么处理法？
这肉体是要往下拖还是穿？救人是要往下拖，救人和救人的行为是往下拖还是洗一洗？拖，这最关键的，对不对？就是要叫你看看，叫你看这救人先交战，交战完了给你拖，对不对？交战完你产生恨恶的心，你一产生恨恶心，圣灵在里面进行更新。重生后的人是先接受圣灵更新，在你身上工作，这就叫成就他的旨意，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的美意是什么？先交战，叫你发现救人没有良善，没有良善，叫你产生对救人产生恨恶的心，产生恨恶心呢，圣灵在你里边就进行更新。这时候你不发怨言的接受圣灵在你身上的更新，听懂了吗？这就叫成就他的美意。